不说他了，不说他了。等到他回来了，这棍儿都准备好了，就用这个棍儿，就我跟我妈下去一人一个，正好俩，正好俩，一人一个下去打。话是这么说的，不是就是太生气了吗？你爸就在家，信不？我爸真的不在家，他要是在家就好了。不在家。欢迎叔叔阿姨走到我直播间，你们那边有没有天冷呢？有没有天冷呀？这两天我们这边下雨了。很佩服你们母女俩，感觉不打两下就不解气那种。你们理解我吗？还有人说小昭咋就这么狠？哎呦，哦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恨铁不成钢吧，就打打就解气，不打的话，老是在你面前回来了，在那瞎晃悠，房子盖好了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就生气呀。你爸叫什么？我爸叫朱小伟，朱小伟。叫什么名字？叫朱小伟，叔叔阿姨。啊，我那个小皮筋呢？对。对，前一段时间没有开播吗？没有。前段时间就是生病了。然后就没有开播了。朱小伟厉害，是大衣哥的儿子。哎呦，他要是大衣哥的儿子就好了。不是，不是那个小伟，是我家里的这个小伟。是生病了还是生娃了？没有生娃呀，叔叔阿姨。没有呢。没有，我生孩子的话怎么可能这么快啊，一下就生下来了。去做核酸了。妈，做核酸了吗？我们大队要做核酸了呀，我问一下我妈。妈，来不及做核酸了吗？等会儿做核酸吗？我知道是啥时候呀。啊，你吓着你妈了，没有办法，农村就是要这样喊，因为他就喊小孩吃饭，不像咱们城市里面，不像城市里面就是或者打个电话什么之类的，我们都喊。我们都是喊的呀，叔叔阿姨。我奶小的时候喊我吃饭就，兔女儿，回来吃饭。就这样，因为农村我们地多，什么不多就地多啊。对，比较大。你看小区都是一层一层的，我们都是，我们农村虽然说比不上城市里面，但是都有自己的土地，就是比较宽阔，要大声的喊。榜一我老公，不是榜一，不是我老公啊，我还没结婚呢，哪来的老公？看看我们村，我们村今天应该没有多少人了，因为都下地干活去了。谢谢随心叔叔。对，你们不要给我收礼物哈，喜欢我的话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就好了。后面是我的家，五间房一间客厅，五间房一间客厅，是今年刚盖的，老粉都知道是今年刚起的房子。以前的老房子，是那个很破旧，很破旧了。我以前就很自卑，我都不敢带你们去看我家的房子。很多人都说你播了这么久，
怎么从来没有领到领过我们去你家里。然后那个时候自卑心作祟吧，就觉得哎呦，其实老粉都知道我去年播了一年都没有带你们去见过我的家，我一个视频都没有发过，真的也没有在我家里直播过，就是今年我才开始，就是两月份我爷爷跟奶奶因为房子吵架，然后我就回来了，然后我就一咬牙一跺脚，哎，让你们看看吧，很多粉丝都想看，我就想之前是年龄小还是什么，就是之前太有自卑感了，就是那种，现在好了，现在盖好了。对，叔叔阿姨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哈，点点赞哈。现在点赞是多少？我看咱们能不能帮小昭破一个十万，还有最后四万点赞，先破个十万点赞哈。对，之前的房子有没有老粉看过的扣个一好不好？还有很多人说你不是讲你的故事是卖惨或者怎样吗？我没有，我在抖音上是去年开始播的，到现在为止快播两年了，我去年一整年都没有带你们见过我的家的。我要是卖惨的话，我早就带你们看我的家了。我是去年，不对，我是今年二月份我才让你们看我的家。那个时候啊，我看完，我到现在我都想哭，那个缝裂的太大了，真的。现在老粉都知道，就是墙缝啊，就是我爸小的时候的房子，你们想都多少年了呀？那厨房都是用泥糊起来的，然后呢裂缝裂的这么大，那个砖头里面就以前烧窑的那个青砖都能看得见，一下雨的话就漏雨，就很阴，我现在想想都特别难过，现在熬过来了。搬家的时候看过对不对？我搬家的时候我直播了，这房子发了几万，二十多一点。一开始我们不想就是盖，我们之前就想盖一个就平平的，就没有什么小疙瘩装饰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呢别人装修的人说，哎，你这样盖好看，那样好看一点。然后呢我爷爷奶奶在家里，我爸又不在家，家里没有个主梁骨，我小，我只能出点钱对不对，我也不懂房子呀，然后一盖着就成这样样子了，就盖的稍微可能就是豪华一点，多花了几万块钱，不过我也觉得盖了值了，也挺好看的，是不是漂亮？带你们近一点看吧。对，动动发财小手，咱们点点赞哈，叔叔阿姨就免费的在那戳一戳屏幕，给小赵戳戳小红心好不好？几层楼？就一层呀。一层楼，看看左边，左边是这里，到时候把这块搭个棚子，搭个棚子可以停自行车，也可以停我家的一些东西吧。没贴船墙啊，还没贴呢。欢迎叔叔阿姨，哇，我直播间里快3000人了，这么多人啊，今天谢谢你们对小昭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前面弄些装饰就好看了，不知道，反正窗户什么的都装好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叔叔阿姨，我家的房子是我爷爷奶奶先挑的，他们挑了一个就是最有阳光的一间，然后呢剩下来我住那边，然后我妈住那间，我弟住那间。这个不是你的家，这是我家呀，我家老房子扒了拆的，这是新盖的呀。你看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让你们看看我家的家具，那个沙发椅就是我家的吧，没地儿放，只能放外边了，有的就不要了。这是我家以前的就是小破就是门嘛，这我家
对吧？嗯，你看，这都是我家的东西，那是我爷爷奶奶睡的床，现在就坏掉了。我让你们看看我家的那个，茶几，但是我奶奶说还能接着用，我说你赶紧丢了吧，我说，换了吧，这是我家的家具。小的时候就是我爷爷奶奶就是买了一些面包啊什么之类的，就放到这个门里面，就是过年的时候蒸馒头啊，蒸一大筐，就然后就都装到这里面。这我家的东西，这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我爷爷生病的时候的单子，这是住院单，好多年了，没扔了。这是我家割韭菜的镰刀，这是我奶奶做的那个放馒头的那个篦子，我们叫篦子。这个是我家就是咱们刮萝卜刮胡萝卜丝儿的那个工具，这个好多年了。这个的话是我爷爷奶奶的陪嫁，就是那个时候买的，看很久了，也很久了。这啥？全假的，是真的呀，这真的是我家的呀，这是我爷爷以前的病历嘛，看，我也姓朱，这我爷爷的名字嘛，病历本，啊，对，可以啊，我叔叔给我送礼物了，谢谢榜一，好看吧？怎么古董拍卖？不知道，我家里的家具就是这样。这个以前是我家的水缸，但是现在就是和泥巴了，就不要了。这个也很久了。嗯，爷爷病历保管好，那个还有用吗？都是古董，是啊，很久了。水缸可以放菜地里浇水，不用了。这个缸的话，扔掉吧，碍事儿。水缸不能扔，为什么呀？叔叔阿姨，水缸不能扔吗？这个是我家的洗澡盆，我让你们看一下，老粉都知道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见过？这个盆儿。你们信吗？信打个信，不信打个不信。老粉应该见过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家的洗澡盆，我去年为了让你们相信，我还坐到里面坐进去过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着小，但是它特别特别大呀，叔叔阿姨，它很大的。对，这是洗澡盆啊，你们不要看着小，真的是很大，看，特别大，你看。是不是你们看上去小，其实这个盆是特别大，现在也不要了啊，这个盆就不要了，因为我家新盖房子的话就会装那个热水器了，这个就用不着了。等爸爸回来住新屋，他住不了吧，他没出钱，他不让他住的，现在买不到这样的东西了啊！现在我家里都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。我爸回来不让我是不愿意让他住进来的，我是不愿意让他住的。也没有这么多余的房子让我爸住啊，对不对？一共5间房也不够他住的呀。你看吧，
我一间，我妈一间，我弟一间，我爷爷奶奶一间，还有人说不是还剩下一间吗？正好你爸住。嗯，你们也都知道，那两个牙齿就是上嘴唇跟下嘴唇也有打架的时候，更何况我爷爷奶奶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老年人吵架跟咱们吵架不一样，咱们可能吵一场架，哎，床头吵架那个床尾和，那老人家吵架没有半个月下不来的，他也不理他，他也不理他，他看到他生气，他也看到他生气，对不对？那我爷爷住哪？只能住多余的那一间房了，所以说没有我爸住的，不是不想让他住，没有他住的，主要是。你爸你妈不会住一间吗？我妈不让他住呀，对吧？你爸有你这样的女儿好吃好啊！你不懂我吴宇哥，你也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所以说，你不是我，你要是我的话，你也会像我这样的。我太小，我不小了，我什么都知道呀，我什么都知道啊。我爸怎么了？我爸就是好多年就不回家。我弟导致我弟现在没有人跟我弟说没相亲的。嗯，家里的房子我爸就也没掏一分钱，是我还有我爷爷奶奶我弟兑钱给盖的。22岁居然这么成熟，还好吧，农村的孩子一般都成熟早吧，毕竟你的生命是他给的呀，我不管这么多。哎呦，话是这么说的，我刚才你们可能说你的生命是他给的，我可能刚才就是说我爸回来了，我就准备俩棍儿，我妈一个，我妈一个，我一个，就打我爸什么之类的。我是嘴上一说，我也不可能真的是打他，我只是恨铁不成钢，是不是啊，叔叔阿姨？你说哪个棍儿我真的能上去就戳他吗？我就直接一戳他吗？对吧？话是那样说的，就讲给你们听，我也不一定会打他吧，我就顶多说两句吧，是吧，叔叔阿姨？唉，怎么都是别人家都是妈妈不在家，你家怎么是爸爸不在家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以前看电视剧，小的时候，梁山伯那祝英台跟梁山伯。想私奔，我到轮到我身上我才知道，原来男人也有私奔的，也有跑路的，所以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没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。哎，那句话咋说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你能有什么招啊，对吧？没招啊。欢迎叔叔阿姨，对，可以给小赵点点赞啊，叔叔阿姨。哇，3600人了，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了，对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喜欢我的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咱们对着公屏一人点个10下5下赞好吗？咱们破个20万点赞。是不是你妈太强势？我妈不强势啊，我妈很软，我妈就是很内向。我的脾气应该像我爸一点吧，但是我又比他好一点。我妈老实，我一直点，谢谢叔叔阿姨。我妈就是，我妈面很善，你们会不会看相？我要不要把我妈喊出来给你们看看？我的同学呀，到我家里面都说我妈面善人好。我妈没有什么心眼，我爸有点心眼，可能我有点心眼也是跟我爸学的吧，但是我又没有他这么狠心。可能我爸跟我妈在一起就是综合一下把我生出来，我又不像我妈这么老实，我又不像我爸心肠就这么歹毒，中等吧。我是叫出来，那我喊一下吧，你们看看我妈好不好。哦，3500个人了，我把他给喊一喊。妈，妈，他特别怕人。妈，妈，
他不过来，我迷住眼了，你过来给我捶捶吧。我小的时候就迷到眼睛，眼睛里面进虫子了，我妈就过来。我每次这样喊他，他都会过来的，因为就算你骗他100次1000次，只要你说你生病了哪块不舒服，我妈立马就过来了。有心眼儿，没有办法，你不使点心眼我妈不出来。还有这么多人等着我妈呢，对不对？我要把她喊出来。妈妈，我妈就过来了。妈，我眼里进虫了。妈，哎呦，听见了，你快点儿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哇，4000多人了，欢迎叔叔阿姨走到我的直播间。你去他那儿，我奶奶让我在这块等工人呢，待会儿工人还要去我家里去装那个什么线。房子是我盖的吗？房子是我去年玩抖音盖的，有一半是我盖的，一大半，然后挣的钱都用来给盖房子了。你妈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女儿，没有吧？我妈生我的时候才10几岁啊，也很受罪的。我妈生我的时候就身体就不舒服，因为我，哎呦，那个时候条件又不好，所以说我对我妈会好一些。我爸呢，我爸被老鹰叼走了，几年都不回家了。几年都不回来了，有的时候我也纳闷儿，有的时候我都又想哭又想笑，我心里就想，1米45的个儿，就这么大一点的人，我说能去哪儿？我就说他被老鹰给叼走了，对吧？1米45的个儿，他还挺能折腾，愣是几年没找到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我妈来了，哇，你猜有多少人想看你？我找了头给他了。我妈我爸长得好看，我妈长得就是胖一点，年轻的时候瘦。过来吧，还那里抽死来。你看，这是我给我妈买的银手镯，等到有钱的话我再给她换金的。嗯，让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亲妈。拿去，去了。我去发面去。胖了，那脸大了哟。漂亮，别人都说你漂亮，像吗？我跟我妈像吗？这是我亲妈呀。妈妈漂亮，我俩像吗？妈妈年轻，对，我妈生我的时候，她就是个小孩儿，也是个小孩子，不知道能不能说啊，叔叔阿姨。我妈生我的时候，只有把我生出来了，就我落地了，她才只有17岁，是不是很年轻？所以说，你想想，一个10来岁的一个小女孩，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很遭罪的。我还小，不对，生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也比较瘦，一下子就给生出来了。我弟那个时候又爱生第一胎的时候。都没有补，第二胎就使劲补，那个时候也不懂嘛，就生我弟也是在家里生的，然后我弟吃的很胖很胖，把我妈给折腾的，好像生了一夜，然后我妈就生病了。我妈漂亮，我跟我妈长得像吗？像打个像，不像打个不像。我觉得好像不像，别人都说我跟我爸长得像。啊，我妈40出头。嗯，对，我妈，我今年是22、23左右，我妈今年40左右。你也该生了，我不会像她结婚这么早了。为什么？哎呦，
万一我再挑个我爸那样的，那我也遭殃了。不像是不是？别人都说我跟我爸长得像，说我跟我妈长得不像呢。我多高？我165。165。欢迎叔叔阿姨。对，咱们可以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。直播间这么多人吗？哇，这么多人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们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姐姐们扣个一，哥哥们扣个二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有多少姐姐、叔叔、阿姨看我。我爸个头低，但是我妈那个时候就图我爸长得好看。你们想不想看我爸年轻的时候？现在不知道长什么样了。以前照片别人都说那什么，我爸长得还可以。我妈那个时候小，就觉得他长得好看，就非要跟他在一起。但是其实长得好看，对我来说现在没有什么用。长得好看也不能吃它，也不能喝它，对不对？还这个样子。哦，这么多叔叔阿姨啊，叔叔也很多，阿姨也很多。看一下我爸，我只有照片啊，叔叔阿姨，本人的话我都几年没逮着了，我都几年没见过了，大概有5年了。大概是有5年多了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，我也不晓得，听别人说见过他。看看，你们要看吗？哦，这么多人想看。哎，我那个袋子呢？但是叔叔阿姨，我只有他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呀，就是只有就啊，最近的你们想看最近的就没有了，我都没有见过了，就是以前早的，就是我有他的照片，你们想看的话打个响，你们但是你们要等我2分钟好吧，我去找一找，在我的那个某扣里面。那你们要等我一下啊，叔叔阿姨，要耽误你们2-3分钟的时间。你打没打着转啊？能看清楚吗？是不是不高清啊？这是他小的时候吧，就是刚跟我妈认识没多久的时候。啊，内长了。你说。这个是我小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弟小的时候。长得像吗？我爸漂亮是吗？这个是我爸，这个是我弟，这个是我妈。这是他们有我弟的时候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了，只有现在的照片。就是只有以前的照片，现在就没有了。像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咋觉得不像？帅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用啊？长得帅
也没有什么用，那不照样像老鹰给叼走了一样吗？很像我爸，他们都说我长像你爸嘞。嗯，你长得像吗？我咋觉得不像？我没看出来。哦，瓜子脸像。我爸去哪里了？我爸，好几年都不回家了。鼻子特像，真的。哦，鼻子很像。你爸好像在我的厂子里面上班，他不会上班的。我爸有一个老板梦，但是有句话说的不好听，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吧。他有一个老板梦，你让他进厂，他宁可就是咋说呢？他宁可，就是不花钱，他也不会去进厂。他就是那种的，老是想做个老板梦啊，就发财梦，就那种。他老是不认命，哎呦，但是又没有什么本事。谢谢关注，谢谢所有的叔叔哥哥姐们关注我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没给小昭点关注的也可以给昭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啊，我来自河南，今年20多。你有本事了，我也不是很有本事吧，我就是运气比较好吧，因为抖音上直播的怎么说呢，优秀的也有很多，但是运气好，就是有这么多人能够认识我，能够就是关注我。运气占一大部分吧，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很有才艺的，对吧，也有很多，但是我又没有才艺啊，就是跟你们聊聊日常啊，我干活呀，就这么多人关注我，我是很荣幸的。谢谢叔叔阿姨给我点赞。你们现在有没有吃饭？有没有吃饭？哎，打的不是做喝水的吗？我让人才多，等一会儿做到5点嘞。哦，做到五点。火车去拿快递，拿走了。发财了，给家里盖房子，挣点钱盖房子了。不是王大爷，你能盖成家吗？要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也盖不了，我也盖不起来。所以说，我也很感谢叔叔阿姨，都帮我，谢谢，谢谢叔叔阿姨。你是孝顺的孩子，也还好吧。要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，这样的家庭的话，也会像我一样的。说不定你爸在看我直播，不知道。我爸就是那种人，让他知道你手里有一点钱的话就更不管，就是咋说呢，哎，他觉得好像我就挣钱了，家里他就更不管了。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直播，让他知道完之后，哎，我觉得很有本事啊，跟这个吹牛跟那个吹牛的，而且他也不拿一分钱，我怕他这个样子，所以说我直播我从来没有透露过，都是村子里面的人刷到我了，他们才知道的。还有说你爸问你要钱怎么办，我不会给他的，我不会给的，我不打他就好了，棍儿都准备好了，一回来的话我跟我妈一人一个，这个大竹竿棍这打人老疼了，一人一个行不行，叔叔阿姨，就一人一个，我妈一个，我一个。我弟下不去手，我弟是男孩子。你可以跟妈妈一起直播，我妈不会说普通话。
我妈不会讲。那你真孝顺。话是那么说的，话是就是很恨他，但是让我打的话，估计我也不一定下得去手。但是你气啊，对不对？人一生气，什么话都说出来了。我家的院子也很大，我让我爷爷奶奶盖院子，一开始我爷爷奶奶想把院子里面就是留出来一部分，就不打水泥。他说院子里面可以种点菜，种点花，种点菜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农村嘛，我家最不缺的就是菜，我家也有菜园，我就让我奶奶全部打完，打成地平了，是不是这样也挺好看的，叔叔阿姨？如果说新盖的房子再留点土啊，他把这边再弄点菜园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还不如把水泥都给打起来，打满的话，到时候搭个棚子，里面可以，放一些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院子里弄个小花园好看，我觉得是打，都弄成水泥比较好。不能打满，但是已经打满了，打满了呀，打满的话可以停车呀，到时候我家里万一有车了呢，对吧？我家我相信有一天，总有一天我家能开上小轿车，到时候的话就直接把小轿车搭个棚子放到这里，特别特别好。精打细算，都花钱了，我都想，打算好好的打算一下嘛。但我相信会有一天会有车的吧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院子里应该有树，不要树了，我家最不缺地啊，我家种了好几亩地啊，也不缺菜吃。你们到我家里面，你们是空着手来的，我可以给你们打包这么高的菜，我家里就种了，什么菜都有，都是很嫩很青的。打满了，夏天太热，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想打满，打满之后到时候可以停，摩托可以停那个我家的自行车，也可以停三轮车，对吧？还有电瓶车，那个小轿车也可以停。嫁给我，我给你买奔驰 S530 是什么？S530，但是我没那个命吧，还给我买奔驰。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家屋好不好？把我袋子我袋拿上。对，这间我奶奶爷爷睡，这间好看，这大窗户，这一间的话就是靠阳光，阳光就能照到，很暖和。我住的一间是那边挨着厕所，也有阳光，就有点臭，其他还好。里面的话就是我妈住我对面，然后我弟住我奶奶对面。因为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是，我妈想住这间的话也可以住这间。这一间的话要么就是我住，要么就是我弟住，就是我爷爷奶奶对面的这一间。为什么让我妈住他们对面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只有我跟我弟住。然后这一间的话你看，这间是最大的，就是没有窗户，窗户的话又挨着这个房间，所以说很阴凉，一点阳光都不见的。然后的话这个是厨房，对面的话是洗澡间，给你们看，这洗澡间，这个
我奶奶先放那个东西了，我弟还没回来，他就先放一些锅碗瓢盆什么之类的。这是我家的，干活的。你们知道是这个是什么吗？叔叔阿姨知道打在公屏上，这个。这是我奶奶就是给我攒的棉花，就是等到我跟我弟谁要是先结婚了，就给我们套被子。啊，我家种的也有棉花。啊，那个叫簸箕，就是干农活用的。这是我家的秤，我家就是称公斤啊，公斤有多重啊，什么称一袋的小面啊，都用这个秤。这种秤不准，这种秤是最准的呀，用户哥，这种秤是很准的呀，只要你就是会用它，它很准的呀，它比一些电子秤都准，我可以给你们保证的，知道吧？你用电子秤有的时候去买一些水果啊，他们也会缺斤少两，你拿着秤去一点都不带少的，是不是叔叔阿姨？知道的打个知道。不要小看那秤啊，就觉得又没有码数啊什么之类的，哎，不就一个秤砣吗？它怎么就称的这么准？咱们就是中国人，就是比较很有智慧，它就是称的很准嘛。对，这种秤特别准，没有楼上吗？只有一层。我家是平房，两层需要，我给你们看一眼哈，叔叔阿姨。要是两层的话，要需要很多钱呀。这家盖的就是两层楼，我让你们看一下，这大门都需要很多钱的。我家大门到时候弄的是那种，铝的小铁门，他家的是大铁门，就很贵。你看，还有人说小昭你咋不盖楼房？我的天哪！你们看，我要是盖楼房的情况下，要花，他们就是这一套房子就是两下来的话，应该有小一百万吧，80万吧，对不对？看，他家是有两个儿子，所以说盖了两套一模一样的挨着。我如果说我要是盖一套的话，至少要40多 W 啊。我不是不想盖楼房，我也想盖的。你看别人家都是楼房，看，都是楼房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为什么不朝后开个窗啊？我们这边是有讲究的呀，叔叔阿姨。我们是有讲究的，就是我们这边的房子很少后面会开窗的，好像就是对后面的邻居不好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你们那边有没有习俗呀？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不允许你后面开窗。有什么讲究吧？具体是什么讲究我也忘记了。你看后面的话都不开窗的，你看都没有窗户。看，不管是平房呀还是什么，你看后面都是没有窗户的。不是我们这边说好像是后面开窗户的话对别人不好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习俗吧。我们都会把窗户开到侧面，我们家虽然说是平房，后面也没有开窗，因为后面有人住就不能开窗户。我们这都有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流行这，反正就是不让你开窗户啊，只能侧面，要么就是前面，绝对不能后面就是开窗，
对，风俗吧。是忌讳什么吧？啊。对，后面没有人住的话可以开，那家就开了。反正只要后面有人住的话就不能开。你要是开的话，邻居就会上门跟你吵架，就让你盖不成，就那种吧。但也不是说盖不成吧，你要是后面有人住，你非要开窗的话，就两家肯定就要吵架了。你家的院子是不是坐北朝南？好像是吧，好像是的。我们都流行面朝南。陋习，也有可能是怕看到别人家吧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不开家里不亮啊，可以从侧面开呀，从侧面开窗。你们那边后面有窗吗，叔叔阿姨？你们有没有啊？还是说只有我们这个地方？对，我是北方人，我是，河南人。你真漂亮，谢谢叔叔阿姨夸我。我长得这么黑又不好看，你们能喜欢我的话，哎呦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是河南女孩，对，我是河南人。哦，你们都有窗呀？可能你们那，我去问我爷爷吧。我去问我爷爷。Yeah! 你别走。对，我问我爷爷好不好？你们说到底为什么不能开窗？我也不知道。耶、yeah! ！问一下我爷俺爷，我就知道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你过来，你又在本。你又在本呢。我问一下我爷爷就知道了。你过来爷。哎，就是因为啥咱这儿盖房子后面都不留窗户啊。你看啊，啥后边住了有人，他回咱院，不要回咱院来看。哦，后面住的有人，不要让不要往院人看是吧？哦，是这样，跟你们说的一样，就是后面有人住的话就是不能开窗，要不然能看到别人家屋。那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会从后面看。哎，你是不是如果说要是在后面开窗的话，俩人就要吵架了，两家。对呀，打吵架打架。吵架、对，打架是狠一点的，吵架的话是轻一点的。反正只要开两家人就到这儿了。就谁也不跟谁说话了，也有可能这个仇恨能延续到三代，就这么夸张呀啊！就喝水是吧？我都准备去了。你挣这么多钱，你团队都发财了。哥，我现在我也不打 PK， 我也没有问你们要礼物，我又不挂小黄黄，所以说我挣不到钱的。就算他直播间里有2000人还是有3000人，只要他不打 PK， 不挂小黄黄，他就挣不到钱的。你们看公屏上又没有人给我去刷礼物，所以说刚说完怎么就刷了，真的是怎么刚说完就刷了，对吧？就是榜一给我刷，谢谢林先生，你真的是过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有了，现在好吧，现在挣到了。你不说没人刷吗？我是打个比方，我打个比方就是我这样那样，谁知道就有人刷了。谢谢林先生，团队来了没有？不是我团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一说就有了。谢谢，不用刷了哈，因为我也不靠直播让你们给我刷礼物去挣钱了，我现在不打 PK 了。哦，别刷了，我的天哪，
我的妈呀，怎么还送飞机了？不要给我刷了，谢谢林先生。我的妈呀！哦，一架飞机是300块钱呢。其实，你们给我刷礼物，其实我收着我是挺开心的，这是实话嘛。但是我就不舍得去刷，因为你们可以看看我的财富等级才25级。我觉得，刷礼物还不如去割块肉吃吃呢。我现在也不打 PK， 我也不问你们要礼物，我就是能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农民，能帮助他，正好我也赚点，我就好了。请我吃肉，谢谢林先生，你给我刷一架飞机又给我刷了，我家能割这么多肉了。猪肉的话，就能割好大一块了。像我家的鸡的话，你刷这么多，好像能买3只了。3只鸡，不对，2只公鸡，1个小母鸡儿。谢谢谢谢，不用刷了哈。脖子怎么了？脖子前两天相亲的时候，姐姐们、阿姨们，怎么卷头发呀？我不会卷，然后呢就烫到脖子了，就烫得特别狠。我没有涂东西，它就长成这样了。我觉得是小伤，就没有涂。但是现在的话快好了，就定了好大的疤。就卷头发，然后呢，没有弄好就受伤了。48级跨刷了100万，榜一是个富二代小哥哥，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大，比我大个些许1-2岁。相亲看中了吗？没有，他嫌我驼背，他嫌我这样站。我觉得这样站，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陋习。这样站，他说哪有小姑娘这个腿一叉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就喜欢这样站的。那每个人的动作姿势都不一样，那有的人喜欢罗圈腿内八，有的人喜欢外八站，对不对？那我喜欢这样也不行，说我站的不好看，又说我驼背了，又说我伸脖子了什么之类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原来相个亲还可以知道我自己的陋习啊！我接下来就好好改一改吧，我就尽量不这样站了。那我还没有说他呢，那他牙齿那稀拉的都能离地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嫌弃他呢，他嫌弃我，没有办法。那有缘的话再那什么吧，有缘的话再相吧。对吧？那我也看不上他呀，那老嫌弃我，我就心里想，你也半斤，我也8两，咱俩不正好吗？对不对？那他嫌弃我是个半斤，那男孩子都嫌弃我是个半斤了，那他这个8两我肯定也看不下去啊，对不？然后就不欢而散了。我就心里想，胖不就胖点吗？虽然说是嫌弃，但是家庭条件还可以，胖就胖点吧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。胖点的话，值了。对吧？胖点好，我就这样安慰自己。胖点有力气干活。他还嫌我这嫌我那。那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呀，对吧？他没有福气相中我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完美，他也不是很完美，我就心里想，半斤对8两就过吧。他不愿意。他说我的话，我对不对？我肯定也不会愿意啊。打扮一下很漂亮，我不会打扮呀，叔叔阿姨。我每次相亲的时候都是扎个高马尾，然后呢，我妈说太显小了，就让我把头发就是弄一弄，然后就这样卷头发，卷，没卷好，然后就把脖子给烫伤了。你们会卷头发吗？那个姐姐阿姨，你们肯定会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会打扮呢，我不会。对，我想的是，他要是胖点的话，对不对？哪天吵架他撵不上我，他追不上我，我说不也不挺好的吗？那跑的到时候我吐他一口唾沫，
他跑得比我还快，就给我抓到，啪啪甩我两巴掌。我说那怎么办？我说胖点有胖点的好处，对不对？嗯，他走两步道就喘，我说也撵不上我，就这样安慰自己。但是他还是没有相中我。我要下播了，叔叔阿姨。嗯，我播一个多小时了，我要下播去那什么了，去做核酸了。我们大队的吆喝了，在喇叭坨里面，用一喇叭吆喝了。要去做核酸了，如果相中你，你会嫁吗？如果说相中我的话，我也不会，对不对？那半斤不嫌弃八两，那八两还能嫌弃半斤吗？对吧？对，你要是再嫌弃别人就说不过去了。他要是不说我的话，我应该不会嫌弃他的，不会这么嫌弃他的。我像爸爸是吗，清香姐姐？晚上还播吗？晚上不播了，因为我们这里五点天，不对，四点就天黑了，四点半，正好这几天又下雨，天又阴，就很快就黑了。你们看，现在这个时候就像你们那边的，五六点钟一样的感觉，就像五点钟了，黑的特别快。谢谢叔叔阿姨，也谢谢榜上所有哥姐们，也谢谢李先生，我的大榜一，还给我刷了架飞机，我的妈！也谢谢我榜上叔叔，谢谢所有看我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这个女孩富贵梦，看她耳朵，就这样。谢谢，借你吉言吧。我要下播了哈，叔叔阿姨，没给我点关注的也点点关注吧。我明天十二点钟再播吧。我要去做核酸了，去大队里。拜拜。